那队长就是壮壮。其实我觉得队长的定义是，不管他的个人能力好不好，他要愿意为队友牺牲，然后他可以不顾形象，不顾一切保护队友，有那种牺牲自己帮助队友成长的人选，是你们愿意在任何时间点都可以跟着他一起相信他的，好不好？大家的选择啦。那我们队长就选出来啦。那队长就是壮壮。我想说的是，其实我非常感谢我所有的黄队队员们，就是选我。然后不要哭。刷。是什么地方？你们队长，就是我知道你们不会被换掉。你是最棒的。你是最棒的。说的。他说的。我的表现不是最好的，但我会把我所有的力量给我所有的队员们。说实在，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小自卑，觉得其实我在运动的表现上不是那么的强的。有了这个角色，那就要负起这个责任。那我觉得未来我就应该要更加快速的强大、强壮起来，然后能带领这个团队往更好的方向去。又被掰弯掉，太胖了，我太烂。不会。哇，第一次见中正中红心呐，十分。接下来是郑敬清要射出第二支箭，哇，又是十分箭！女生的大会几乎就是30分，要突破也不太可能，只能平，不能破。哇塞，射个稳定性。接下来是红队的第二棒了，陈怡瑞，他的第一支箭，哎，陈怡瑞，他今天是没有把马尾扎起来，就让观众感觉到有一种精灵的感觉，力与美的展现。OK， 现在陈怡润要挑战大会结束。Yes， 今天10分，陈怡润满分30分，成为了第七位啊，大会纪录阵容当中的30分俱乐部。